看病都爱挂号呢，挂号一个5000，干那挂号费5000。迄、那个挂号费，你若挂袂落，你爱拜托人甲你插队，拜托谁？拜托李涛、张小燕、赵少康，即阵人哦，伫飞碟电台啊，甲 TVBS 迄年代，都去甲伊替伊插班，啊，抽偌济我毋知，啊，反正伊无抽啦吼。互即个中国骗啊，都阿咧共骗，尾啊，那会出破，加载。连魔术师这个有义气的台湾魔术师，伊知影讲在骗人嘛？因为你是障眼法呢，卡米拉咧翕，伊嘛敢骗，安怎骗你知道？卖钱卖伫桌仔骹，甲迄药啊，挲挲咧，黏在桌仔骹，黏伫遮你毋知？哦，伊甲你看病，甲你赞美哦，了，手挲挲咧讲安尼啦，夹一粒药啊起来，迄、那个药啊咧伫遮。卡米拉正对下骹甲翕起来，伊戆戆啊，搁咧变人。吼、哦，连魔术师正手甲杀咧，伊各种药啊，结咧落个涂骹，破功。连魔术师甲破功了以后，移送法办，向着法院甲调。法院调是去有开庭，开庭讲安怎样？因为限制伊出境嘛，伊变啊就是变啊嘛。其实结果伊家己专门咧共看病哦，隔空制药、抓药治病的人。去予迄三个法官何义庭，一个查某法官，两个查甫，伊讲看到三个法官伫遐讲甲讲，法官你有胆囊病，你有心脏病，你有气管病，你捌开过什么刀啦？讲肠仔内底有三个讲你啦，伊搁伫遐咧隔空诊断啦，台大教授，向阵阿伟做台大校长的李世成，叫伊讲伊是何是国务院的，结果咧，迄三个法官讲当庭嘛甲破功，阮都无这个病，你凊彩讲讲的。移送法办，转去尔吼，伊经过山顶坡、三重，因的迄公寓哦，经过楼梯伊袂晓入去，家己已经忧郁症，已经掠狂，一个专门共看病的人，家己掠狂甲忧郁甲，记者甲地甲后壁讲啊茫茫啊咧行过，到尾啊安怎？到尾啊，虽然是判真轻啦吼，到台湾因为伊是华裔的美国人哦，所以这有治外条例啦，可能特别加优惠吼，可以毋知关偌久就转去。我讲这故事要大家知影，另类疗法，你可以借着精神的感召来治病。伫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，伊嘛曾经叫中国的迄款针灸师，针一针头皮针10000块，记者冇去翕无，一针哦，长长的针对头皮治，甲你插入了，你都半身不遂，中风的患者才爬起行，有无？有，我冇看到啊。现场迄个患者，伫个中国的针灸大师。针灸一针哦，伊头皮甲伊插无共款的角度，摕无共款的钱啦吼。啊，迄老伯伯真正站起来，中风的哦，拜拜拜拜，行出去，普通是无法度行哦。吼，拍手哦，哇、哦啊，大家落过来排队，去予中国医学大学中医迄针灸科的人，错甲袂晓讲，伊讲本来阮治疗好好的患者，去予安尼算，算一个患者拢要找伊啦，拢袂来找因遮真正正科班的。结果咧，会针一针头皮针10000块，迄个医生吼，迄老伯伯转去了，第二天搁坐轮椅来啊啦。意思你知无？病无好啦。迄个时阵哪会爬起行？感动，迄、那个感动，甲阮中孝路长老教会吴文林牧师，伊甲师母两个人伫火烧厝的时，甲伊迄台 Grand Piano 扛出去，一下子感动，肾上腺飙起来，迄款力量，会行出去，你知无？救治地当。你敢有看到？伫国姓乡大地当的中间有一个欧巴桑中风，普通时啊牙关啊，迄关啊是随身拢爱吐咧吐咧，走法多。伫大地当的时候，欧巴桑走袂出去，等甲土石流来，伊知影哦，迄有经验的60年前不大地当的土石流会喊死呢。伊惊一个关啊放咧就啊行出去啦。中了国姓的欧巴桑行出去，尾啊伊无力，用爬转来捡鼎捡汤匙啊，向阵哪有迄力量？就是肾上腺飙起来。历史的故事讲，有一个老母啊，看到一只狮，吼，伫因囝咧散步的门下口，迄老母啊紧张一下出去啊，摸着迄只狮只魂哩，囝只救回来，救回来了，妈妈才开始喘，我拄啊那较勇敢，妈妈勇敢对倒来，肾上腺荷尔蒙，肾上腺飙起来，互伊妈妈唔惊死，母爱的力量，互妈妈有法度甲囡仔救倒回来。伊才开始检讨，讲我哪样勇敢，咱人实在无勇敢。
咱人的勇敢就是来自于你的无知。你若无知的时候，你敢做迄款红卫兵？伫中国文化大革命内底，甲遐教你册的教授打倒孔家店，甲遮教授拍到安尼，甲遮文人、甲遮科学人员，你的老师安尼都甲承认。你若无要承认，你是唔对，红卫兵甲你拍死。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倒退几十年，因制造出来迄代人类，今仔日拄拄啊四五十岁，已经无人性，所以咱唔好挖中国，更挖中国更衰。煞属伫流行的时，你也看卖啊，因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吴仪迄个路线的，代替被 WHO 发现作弊的卫生部部长，就要甲代换，吴仪哦，家己做卫生部部长去 WHO 开会。你迄个时阵，甲咱台湾人讲，台湾2300万人的生命财产都是我们中国照顾的。我们 SARS 的时候给他10万件的 N95 口罩，30万件的防护衣，所以台湾不能加入 WHO。他们的生命财产，包括卫生，都是中国照顾的。哦，我专刚去瑞士日内瓦去控监，听到无疑。在政霸的卫生部长里面在讲这种笑话，咱的台中立法委员李明宪站起来就跟他抗议，现在臭干辣椒了，我站在后面也要跟他抗，不敢议，我话真的抗就不能议了，因为警察已经把李明宪拖出去了。那才真苦呢，政府用骗的，每项都跟你骗，张颖隔空抓药，咱知道这骗的，西洋的医学，西洋的宗教，有人骗没有？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间教会，天主教会哦，伊的墙上都吊着拐杖跟轮椅，因为去到遐，让神父祈祷的。像台湾也有700俱乐部，迄宗教片，甲你祈祷了，翘翘倒底下吐底下，祈祷，